李晨出道20年，因为父母离异的关系，出道以来一直称自己是独生子。其实他有个小18岁的妹妹。随着过去的照片被扒出，妹妹的正面照也在5日曝光，笑起来的模样相当神似。在全家福照中，李晨左手拥着年幼的妹妹，右手则搂着妈妈，笑得灿烂不已。据悉，妹妹的本名叫李可欣，目前是北京游泳队的一员。推算李可欣目前应为20岁，穿着制服的模样看起来也是气势十足。为此，网友们纷纷围观评论道：“陈妹火了，妹妹厉害，将来是国际冠军。”